最近那个电动车的问题，那个苹果报道说白家人从头到尾都不接受，甚至于捐给那个里长那边做公益使用，委员这边有得到消息。我们一开始知道白小先生的事件之后，我们都持续的关心，我们第一时间就请高雄的朋友协助，然后呢购买这个代步车，那当时他不愿意接受，那重点是我们从一开始都是没有具名的，都是就是匿名的，只是要尽一个善心而已。那到那个时间点，可能是因为陈柏惟委员还就是那个时候还是立委，那后来等到这个他不具立委资格的时候，那这个摩托车车行就是朋友拜托第三者去联系的这个摩托车车行，他们再把再去询问的时候，当下可能也是还没有接受那后来他们才去请里长协助，那里长协助的时候，里长也不知道这是谁送，只是说是就是不具名的善心人士，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只是要赠送一部代步车给这位白老先生。所以我们不管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后来是得知说这个白老先生他们接受了这个代步车那不管有没有是不是他们有接受或者是没有接受，其实这只是一个不具名的善举并没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联想跟操作跟正式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很不想看到的就是说，当陈柏惟委员陈柏惟他在这个事情他还事后是就是发生事情的当下，他是当事人也是肇事人，并没有做任何的关心或者是负责，直到后来大家踢爆之后，然后到现在他们白家人有没有接受这个所谓的代步车，他才又打电话过去，打电话过去是关心呢还是施压呢这我们都不想去多讲，但是我们希望是说这个不具名的善举不具名的善举所以请不要做太多的政治联想，但是也请对手民进党、激进党不要做这种泯灭人性的指控。